Hello，大家晚安，晚安，晚晚晚晚晚晚晚安，找一下歌。Hello。今天很晚耶，今天已经十点半了，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晚开始。播什么好呢？刚刚已经睡了一下了，晚安。这个是一个假小子的风格。耶，头发超乱。晚上好。晚安，晚上好，谢谢大姐单台给奉神，晚安，帮你 ，Hello，Hello 伟哥 ，Hello Ricky，Hello 秋日红，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 ，Hello 卡丘 ，Hello 半奖 ，Hello Geek， 今天的口红特别红，还好，光打得好 ，Hello 晚安。Hello 志玲 ，Hello Steven，Hello 熊熊，晚安 ，Hello Ricky，Hello 千森 ，Hello 小阿光，谢谢你的一封信，谢谢小易一直送我缤纷会员 ，Hello CJ 103 ，Hello 应该是陈恩，对，谢谢阿红的小小树苗，谢谢 Hello Google， 今天我比较酷，Hello Sky 仔。Hello Yoshihiro， Hello 落日笑笑， Hello 笑笑， Hello 微微， Hello 大头， Hello 竹轮切换， Hello XTX， Hello 红翼，谢谢后影的 Mika， 超亮点，叽叽叽叽叽叽叽，谢谢 Snoopy 的闪光星星， Hello 阿泰。Hello Matty， 晚安，大家晚安。天哪，谢谢初风的钟情玫瑰。好，我回到现在了，我刚刚已经在上面。Hello Akira，Hello 浩毅，谢谢伟的野猪冰冰来喽。Hello 北野春瑶 ，Hello 功夫杀人记 ，Hello Linta， 谢谢礼物，谢谢。晚安，大家晚安，晚上好，耶、yeah, 咦。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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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llo， 盖美包 ，Hello， 黑杰克，谢谢李猴子的闪光星星 ，Hello Jeff，Hello 司徒元瑶，谢谢猴子的闪光星星，晚安老沙，晚安平当，哦不，别别别，晚安平东 ，Hello 阿当，天哪！Hello，Hello， 何冉，大家晚安。Hello， 阿晨，谢谢你带你去流浪。Hello， 夜夜 ，Hello， 卡尼，这个月要怎么过？这个月当然是，你看五月到了，五月就是你懂。谢谢何冉的闪光星星。五月嘛，对啊，我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五月才开始降，但明明是四月说什么要酷酷的过，然后四月完全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因为四月没有出门。但是五月为什么呢？五月就是当我意识到我要出门的时候，就是五月比较酷这样子吗？我也不知道，我有 lag，
四月真的没怎么在出门呢，就是没有好好打扮出门吧，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四月比较忙，你知道，就是比较反而比较不忙的时候，你才有时间去打扮自己，不然的话，因为我例如说上课，例如说在练习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歌特别可爱什么的，我就不会穿那么帅的去。对，我现在是说我自己很帅，是不是？就是我会看是什么歌这样。五月有什么玩乐行程？没有，我们没有玩乐的，我们真的没有玩乐，只是有出门而已。哎，我觉得今天的镜头特别清耶，你们看到特别清吗？这个月你感觉很忙？没有，真的所有东西都延期。延期的话就不忙了。五月完全没有在，五月就是很工作啊，对啊。特别青涩，健康重要，对对吧？今天画质很，是因为我穿深色的衣服吗？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当然，也就是也害怕我们就是聚集人太多的时候，大家也有可能有那个风险。大家出门其实就记得要紧紧的戴好你的口罩，保重。很可惜啊，因为其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一直在宣传，大家都一直在宣传，然后大家都很期待的五月份的演唱会，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就是暂时延期这个部分。那就是我也是非常期待，其实本来，而且我们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去准备，然后也就是练舞啊什么的，都有在好好的筹备当中，但是就可能遇上了一个疫情，那就没办法，只好延期。但是，就是时间还在公，就是还待公布这样。但是呢，这样子其实还蛮打乱行程的，就是，可以说是多了些时间再好好的准备，把它做完上。但是也就是有一点，如果放到后面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跟后面的行程有什么，就是例如说以后有什么活动，可能就是也会有撞什么之类的，就是也怕大家本来已经留好了五月份的时间，然后之后也不知道那个时间大家对不对之类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其他通知就在。大家就再留意一下官方好了。对，我也不知道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就是城下大岩壁。对啊，所以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好好保重身体，然后保重身体呢，才会就是能够参加我们之后延期的演唱会这样子。大岩壁，对啊，是的，健康最重要。对啊，学校已经很多到确诊到停课，而且近期真的是有听到身边很多就是确诊的案例，所以就是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你可以摆一个你觉得很酷的姿势吗？怎么样才是很酷的姿势？啊，我就觉得这个就很酷了耶。你是说认真酷吗？你说真的酷吗？你说真的是酷吗？又怎么样可以酷？
倒逼 ，get it？ 对啊，不用做什么，小晴就是酷。哎、啊，我觉得这个很酷哎、欸，还行啦，还行啦。虽然听起来很久，认真觉得小晴今天的眼睛很好看，谢谢。今天有在化妆，不会很油啊？哪里油？不会很油啊？我知道今天的差别在哪里。今天就是我有刷下睫毛，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我基本上不会刷我的下睫毛。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怎么，就是我的下睫毛非常短，然后很稀疏，所以我不太会刷下睫毛。但今天有刷，刷了就会长这样子，就是比较有神吧。但平常的话就是那样子，这样子，平常是这样子，对不对？而且很亮，对啊，今天很亮，眼睛有变大，这样有变大吗？我觉得下睫毛比较小哎、欸，眼睛有变大的原因应该是，就是在化妆，有在化妆这样子。今天造型有一点饶舌的感觉，可是我的舌头还没有好、欸。不同颜色，下，不同颜色没有不同颜色啊。哦，而且我的隐形眼镜是哦，这个隐形眼镜是唐吉诃德买的，但是我忘记是哪个牌子，因为很便宜。小晴晚上好，用键盘一直打错，手机打字好，导致打字习惯了。打字习惯了，没关系。谢谢惊艳的嘛，对吧？闪光星星，哎是什么？谢谢吉米周的学霸，谢谢。我也是，我不是学霸，舌头还在破。对啊，瘦脸还开着吗？没有啊，上次已经关了。放大片大小有加大吗？没有，我不喜欢太大的。这个应该是 12.6， 就是很小很自然很小的那种。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就是刚开始接触隐形眼镜，应该是说放大片嘛，诶对，放大片的时候我不会选嘛，就是因为我是就是刚开始戴，那个时候我就随便买，然后市面上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有放大作用的放大片，然后它就是15什么，诶是15吗？对啊，15是 4.5 什么的，15是不是有点太大？是 4.5 之类的，对，是 4.5， 15是不是有点大？怎么有那种15的印象？是 4.5 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后来再回去看那些照片，就是真的很像外星人。有15吧，我这个应该是13或者是12.6之类，应该是13就很自然啊，13。今天下午终于放假了，早上说要演练直升机失事演练，结果早上直升机直的呗。哦，今天讲话很烂，直升机没飞。最近有一款瞳孔爱心款，哦，我有看过，很可怕，不要。有近视吗？我有近视。好，这是一个送分题，有人知道刘晓晴近视几度吗？这个我有出过吗？有人知道刘晓晴眼睛近视几度呢？400啊！天哪，错了，完了！这是什么灵堂？就是抽考！天哪！哇哈！有接近的，有，哎，有，灵堂，各位教友，糟了，200，天哪，225，灵堂啦，龙腾，哎，你们不会讲灵堂是不是？你现在比那个时候没有变严重吗？没有。
我们来讲这个隐形眼镜多深好了，不要说我眼镜多深，感觉知道，就是我都买几号的，多少度的，哦，隋唐，你们说隋唐好，隋唐，天哪，你们真的是觉得我记得不深，嗯，那你记错了，那你记错了。小心没有很深吧，左右眼，对，我现在我左右眼好像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通常都会讲一个数字，就是告白就靠你们了。好了，公布答案，答案是好像只有几个人答对，答案是550度。闪光哦，对，有一点点闪光，但是我也不知道闪光几度，我没有去那个，哦，真的是我太失望了。谢谢咖喱的相遇，谢谢。550度，你们扣分。比你还高，对啊，我比你深，少算了500度，哎，50度，500度，对，550，一边是525，一边是575，然后我买550，早知道不要问了，没关系，扣分，让小青失望了，嗯，要记得哦，考试会考哦，大家。记得哦，抓到假教友没有啦？大家就是没有好好复习。笔记笔记 ，Steven， 谢谢 Steven 的枫叶。以后有教徒教新啊，初级教徒、见习教徒进来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是550哦。我相信我应该不会加深吧，希望不会。我第一次进来，好的 ，OK， 可以。近视太深可以雷射，不用再戴隐眼。哎，我以前。有想过，我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就是射东西进去很可怕，而且又很怕有风险，很怕会，很怕会失误。谢谢勇哥的闪光星星，谢谢米酒的 kiss 啾啾。哎，你看不觉得我的头发现在这样子很金吗？就是还真的是蛮金的，是金吗？这个是什么颜色？浅咖色。我现在听说我现在开始布丁了，所以就盖着吧，盖着，一点点。公演那天，公演已经很久了，公演已经是2个礼拜前的事了，是吗？对啊，已经过2个礼拜了，1个礼拜、2个礼拜，对啊。金棕色，很金，对不对？那发质越来越差。没有哎，实际上我也觉得蛮金的。还有打光，因为打光很亮。会不会金毛狮王？哇，那还蛮开心的。耶，街头风，已经开始布丁了。对啊，咖啡色吗？我也觉得蛮咖啡色，喜欢。香香的。预期的颜色差很多吗？没有啊，因为现在它就褪色，因为本来就会褪，就是
感觉染就是染了头发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褪色。我没有去挑染，我不想，我感觉，不能讲死，不能说我一定不会去挑染，但是暂时还没有想。昨天有洗头，刚洗完头，今天。就是刘海有点长了，对，刘海开始长了，要剪刘海了。好，就这样不动了，不弄了。是不是因为帽子把黑色的地方遮住，所以看起来更紧？有可能吧。我刚刚在，就是今天。在就是吹头发的时候嘛，然后就觉得很黑，就是头顶很黑，耶！从前年底就追踪你们了，现在由民转职军，还是有在追踪你们。去年七月升血，我买爆，谢谢。头皮更紧，不会，头皮不会紧啦。要找时间，对啊。可是本来想说，如果很布丁的话，应该是说我本来想要说撑完五月的演唱会，或者是说在五月的演唱会前，就是先去补染，差不多时间再去补染。可是现在延期的话就，不知道，感觉你们在握手会前。握手会可能就已经看到我补染了吧，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应该会在握手会前补染。谢谢阿晨的带你去流浪 ，Hello， it's me。对呀、啊，小贤手机壳有挑好型的吗？还没 this， 而且这个手机壳就是。我现在在用的是喜欢上班嘛，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话题，就是看到喜欢上班就说刘晓庆的手机，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的手机经常不在我的手上，很多人会看到，然后甚至是就是经纪姐姐他们也会说喜欢上班，你到底是从哪里买来这个手机壳？我就说网上。然后我就还在找，其实一直没有找到新头号，不然的话有一点点想要换了。下一个可挑的有没有啊？还好，我一直都是随心的，随心，非常随心，马上就知道是谁的手机。我都是非常的爱干嘛干嘛。我要买不想上班的手机，可以请大家随心的去更换自己的手机壳。对啊，手机壳。下一个是喜欢下班吗？还好啊，下班这种东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下班的，每一天都在上班。不想上班的贴图我倒是有，那个阿晨下那个是什么啊？稍等，我看看。Hello， 林果 ，Hello， 好想下班，是不是？看一下，大家好想下班，好想下班的贴图，用起来呀 ！Hello Google，Hello 怡君 ，Hello 怎么念 ？A S K I。虽然也长，真的假的？很常用吗？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用。要吃什么？要吃什么？早安蛮好的，对不对？早安的感觉。早安，我以前每天都在跟就是高云爵用早安，然后他会回我早安，然后再说肚子饿了，或者是说要吃什么。对，每天都在用，但我们都不会讲晚安诶，发现。
就是一直啊啊 OK， 这什么 OK 超常用的。早安也蛮常用的，就我自己用我自己这样。早安我都拿来当长辈图回喷，哎，不要拿来当长辈图，要拿来当，少女图啊，算了，拿来当一个啊，就是跟朋友打招呼啊。贴图有好想耍废。我上次换了大港开唱的主机壳，有人声，还有音乐。下一个课指你好好笑，对吧？哎，你好好笑没有吧？没有这种主机壳，可是你好好笑可以用吗？你们有在用吗？你们最常用是什么？括号茶。最常用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少用应该是一秒一秒约好，最少用应该是一秒一秒约好吧。我觉得你们会不会比较少用爱你哦？是不是林雨欣的比较难用？不行 ，Mina 的Mina 的对哈，抱抱，感觉你们也很少会用抱抱。你们会用抱抱吗？抱抱。有什么是你们绝对不会再用？对啊，就是是不是有点少用？可是显迪奇就很适合这一句，就他难过的时候，大家难过的时候，就可能这次圣血真没抽到纸币，超难过，然后大家就可以传抱抱给他。你们绝对不能传你好好笑。结果按错了，按到你好好笑，就是，我这次纸笔没抽中，你好好笑啊！天哪，你是在吵架？是不是？好嘲讽，朋友减一，是吗？还有什么你们不会用？还好吧，其实都蛮实用的，期待以后还会有就是这种企划。喧嘩のつもり，喧嘩のつもり。好坏哦，没什么大不了，比较难用到。是哦，居然，哦也是啦，就是有种，就是找不到要用的时机点。什么巴乐的茶也很少用，有啊，我以为就是蛮好用的。不要吵架也是啦，因为不怎么会吵架。没什么大不了，要怎么用啊？为什么我现在的话题感觉很像这个贴图刚刚出，搞到好像这个贴图刚刚出，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贴图什么？明明就出超久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新歌《一秒一秒约好》。那我们的最新单曲在10月15号已经发行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最新单曲《一秒一秒约好》。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MV 已经在我们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已经出版了，推出了，大家可以多多刷一下我们的 MV 这样子。谢谢，掌声鼓励，谢谢，感心康乃馨，哇！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刷一下我们的Ting， 谢谢你的药，你好看哦！天啊，就搞得很像就是刚出一样。我这个叫做就是偶尔的监测一下你们有没有在用我们的东西，对不对？
谢谢伯承的野猪冰冰。谢谢华华的揪感心，揪感心。谢谢猴子的掌声鼓励，谢谢 Luki 的掌声鼓励，耶！监测宣言也是怕爆，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在用啊，我们的东西，哈哈。谢谢华华的一封信，我今天完全没有在播音乐，天哪！因为我们今天也不会开那么久，因为已经很晚了。天哪，很晚了耶！等一下，我来开个可爱的音乐。这个应该……这组贴图真的很常用，希望下一组快出。对啊，也希望下一组快出。要来个手榜吗？什么是手榜？一小时就可以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等一下，你们等一下要干嘛？谢谢初风的钟情玫瑰。哎，你们等一下要干嘛？我跟你说，已经换了睡裤，超舒服。翻工咁夜睡觉，不用，没在拼活动。啊，手榜，看完直播就去睡觉。睡裤看起来，这是熊猫套装的那条裤子。谢谢中银的和你在一起，可以调暗一点。待会是不是要继续聊天？应该不会。今天没有那么，就是今天好像还蛮累的。怎么样？翻通点，征服流，感觉温水天天也好洗。不知道看完直播会做到几点啊？好戏加油！晚上当然要嗨呀、啊，还有球赛可以看，跟朋友去看夜景，天哪，好棒哦！已经准备好下播就倒头就睡，早点睡觉，早点睡，早点睡。小晴晚安，总算脱离考试的地狱了，辛苦了，小红，好久不见，晚上好，晚上好。铃声会开到超过12点，我有时候也会超过一点点，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一半睡着。可是我今天没有那么的催眠吧，我今天还蛮活泼的、啊。火锅真的是早上吃吗？没有诶，我们因为后来因为如果早上要吃的话，就变成我们要6点开始开炉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晚上的事情取消了，所以我们就改成晚上，但吃得很开心，今天很有活力，太嗨了。连续两个星期，连续两个星期也都有好戏，加油！谢谢吃西瓜的闪光星星，很累要早点休息。我今天没有到很累，但是就觉得差不多可以去睡了。谢谢小红的续费，谢谢，恭喜你成为了粉丝团二级会员。看夜景，好想看夜景。我最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就是休假的话，我可不可以就是去，就是我自己能不能下定决心拿一本书，然后去某个公园的，就是照着那个太阳，然后在那个树的下面看书，然后看完书之后就回家，有没有这种行程的可能性？可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种东西就是拍影片啊，可能拍得很好看，又或者是说，看别人好像很漂亮，在电视剧什么的，但实际现实呢，就是会有蚊子。
就是可能会有蚊子啊，然后有虫啊什么的，然后一个人又很寂寞，你又忍不下心，就是一直看书，然后可能就会一直看手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可是我最近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是看到谁出去，可能拍了个照片吧，然后就觉得很像很 chill 哦，这样。可以问怎么会想要拍那个绑辫子的影片吗？因为之前绑辫子那个辫子还蛮好看的，然后我是觉得蛮适合大家去，就是长头发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就是分享这个讯息。然后因为之前也有粉丝问我，就是这个是怎么绑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可以拍一个影片。不然很快就无聊了。你示范的很清楚，我看得很迷惑。还好，其实不难，就是它本来是有两个球，然后一个。但如果头发短的话，就是例如说我只有那么短的话，好像一个球就可以了，一个球，然后在山谷边。很热，中午去不会有蚊子，但是会很热。说的也是，夜景要在高塔上看还是山上看，哪个比较好？我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在山上吧，因为会有闻到大自然的味道。我真的是意外的蛮喜欢大自然的一个人呢，虽然我不喜欢去爬山，就是我不喜欢。就是流很多汗，然后才可以获得那个，就是才可以到那个地方，又或者是说那边很闷热啊，又或者是很多蚊子，我会不喜欢那样子。可是我还蛮喜欢，就是去看风景什么之类的。重点是去跟谁看，但是我也有想过想要一个人看耶，就是可能会想很久，想事情，一直想，然后就是享受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时光。不然的话，我一直会觉得，到底有没有这种，就是到底有没有那个时间去让我这样子做？好像一直看着风景，然后浪费嘛，就消磨这个时间，会不会其实这个时间我可以做其他事情？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我还是会这样去，还是会去看风景。配一杯咖啡。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就是在可以看到外面景色的一个室内，然后就是看窗外的话，好像就已经蛮有 feel 的了。喜欢闻大自然的芬多精吗？可能吧。谢谢辫子影片，不过比较短，只能两个球，两个球也很可爱啊。这样子而已，很，就是说我这个影片呢，除了就是教程以外，还是需要一些亮点，懂吗？不然你们怎么可能看得下去？你们肯定看不下去。就是把这个影片做得有趣一点嘛，跟自己对话也蛮好的，对啊。山边或海边的咖啡馆都很棒。偶尔去大自然走走，喜欢看天空吧，比较喜欢看天空。就算是在海边，因为天海一色嘛，其实感觉还是会被天空吸引哎。而且我走路会很怪，我人很怪，我一个人走路的话，偶尔会一直抬头看。有没有看到月亮，又或者说今天的云怎么样，会一直想看天空。喜欢看天空之后发现只要放晴心情就会很好耶。对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刚好天气很好，然后那个阳光是一定会
照到那个云，那个云就会透亮，就是有一种就不能说就是很梦幻的感觉。这个东西不是说特定某个日子才会看到，它就是你一个不小心或者是一个偶然抬起头你就很容易会找到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大自然就是如此奇妙，很舒服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漂亮，很漂亮之后你就觉得就是心情很好。然后就说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之类的。一个人走路不自觉加快，我也会，但是就算是走路也是会偶尔看一下，就是等马等灯红绿灯啊，或者是说马路的时候就会看。下一次直播想要绑吗？你们想看的话可以绑绑看。早一天就是中午直播什么的，下午直播感觉就可以吧。感觉下个礼拜好像也是下午直播。想过忙的时候会发现有空抬头看天空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我觉得看天空这件事情是一件你随时都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反而是觉得，因为人不会一直就看着天空，这样很呆耶。所以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天空的那一刻，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就算你今天是很开心，很开心，你看天空，你会觉得更加开心，就觉得今天空气什么特别好，然后天气很好，然后自己很开心。又或者是你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天空，你就发现就是天空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它不会有不好看的时候，因为它就只是一个天空而已，就是要不就没云，没云也很好看啊，有云也很好看啊。阴阴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一些透亮透亮的感觉，就是心情就会觉得啊，天空还是一如既往，就觉得也不一定真的会开心起来，但是就是会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如果晚上抬头刚好看到月亮会很开心，我也会，而且我会去找月亮，就是特别是下班从公司离开的时候，走松烟那条路可能会看到很就是什么很空旷空旷，所以就会看到就是天空。然后天空呢有时候就真的很好找，因为就是没什么建筑物，没有很高的建筑物，就很好找到月亮。然后月亮你就可以根据它的大小来得知今天是农历几，因为农历十五就是月圆嘛，对不对？心情不好会戴着耳机听歌吧，会，而且我蛮喜欢就是一边听歌一边就是通勤的时候感觉大部分都会听歌，但有时候也会想要不听歌这样子。就是虽然大部分时间我就会很想要配一个背景音乐吧。找月亮是一种浪漫，看小太阳会让我开心。通勤都在睡觉，没有啦，通勤还是要走路嘛，就是说坐在捷运站的时候可能会想睡觉，可是就是你还是要走去某个目的地，你走路就没办法睡了。梦梦晚安，想你就看月亮，看月亮就想到你。我连走路都在听歌，之前朋友在路上看到我狂按喇叭，然后我完全没听到。我也会怕这样子，就是怕别人叫我的时候我没听到。梦梦最近很勤哦，我开直播他都在，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星星。对啊，那天回乡下老家，晚上的天空没有光害真的很美。对啊，而且因为香港是一个很亮的，就是一个很亮的都市嘛，就是光污染还蛮严重的。包括我家其实不太算很热闹的城市，就我没有住在马路旁边，就没有到很
很多就是车 VVV 的走，但是还是会有光害，就是什么光污染。但是我很喜欢光污染，因为这样子天空比较不黑。就我不讨厌啦，只是太亮的话会睡不着。然而我还是蛮喜欢就是那种晚上的气氛吧。台北也蛮亮，对啊。就基本上宿舍也不会到全黑，而且我发现我好像也没办法，现在没办法全黑，好像是有点可怕。但在家的时候就一定要全关灯，因为就算全关灯，外面天空还是亮的，因为还是有那种光污染。嗯，但在这边关灯，可能因为有窗帘吧，然后就蛮黑的，外面都会留一个小灯。嗯，客厅会留一个小夜灯，就是方便大家不要全黑这样子。嗯，然后早上会把它关掉。Because 太想你了，我也想你啊。哼哼。不管开灯全亮还是全黑都能睡，我太亮好像真的睡不着哎。站在台北的夜空下这首歌吗？好像听过，听过，但是不太记得。小心字体发光。乡下或高山比较没有光害。哦，对，之前去南投的时候，在云爵家的顶楼，对，然后就看到很漂亮啊，就很看得到星星。我记得以前就是去香港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可能晚上跟谁，就是可能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出去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天暗了，天色暗了，然后在一些比较就是郊区嘛，又或者是真的蛮不是都市的地方，会比较看得到星星这样，然后就会很喜欢。太平山吗？太平山好像不太会，晚上差不多就走了。看过日晕吗？日晕是什么？大屿山赤柱啊，我超爱赤柱的。我跟你说，虽然我就不住在赤柱，我记得如果是古餐饭的话，应该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有在赤柱拍了一个影片。哎，现在还在吗？我不知道，我 IG 还在不在？就是可能有吧，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是很爱去吃猪，因为我觉得吃猪很漂亮。吃猪有一个走廊，海滨哦。然后也有很多，虽然不会去买东西，但会偶尔去逛逛，就是走走，吹吹风。超喜欢吃猪，但这路真的有点偏小远，就是他要搭小巴去。哦，我以前还会去那边租，他们的那边有一个是什么政府厂，就是反正就是舞蹈教室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赤柱舞蹈教室是南区最漂亮的，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政府场是比较便宜一点嘛，然后我就觉得赤柱的舞蹈教室很漂亮。市政大楼，对对对。不谈冲睇星星，现在都冇变一样。便宜所以漂亮，不是，是它很漂亮。其实也没有比较便宜，大家那个市价都一样，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高级一点的舞蹈教室什么的，不太熟。谢谢秋日红的一封信。Sky 100去看夜景，我没有上过 Sky 100。其实
对，本身赤柱有很多因素，对，我很喜欢它的那种就是建筑物的设计啊，还有长廊啊，还有那个码头啊等等都很喜欢。其实我在香港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我觉得我就一直在我自己的区域，或者是说那种年轻人会去的葵涌葵芳，然后旺角啊，深水埗啊，就是可能就只会去那几个点，然后因为我住南区嘛，就可能比较接触到南区的地方。对，我离开的时候才高中。对啊，好难过。我最近在想一件事，就是我离开香港已经四年了耶，就是我离开家已经四年，然后觉得四年很久耶。我记得我刚就是要搬过来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就是完全没想过，就是四年后自己会什么心情。虽然我已经做好准备要来这边五年、六年、七年，就是可能很久，反正就是没有想过四年后、五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赤柱环境也比较像香港的椰林。四年都没有回香港，没有，我是，两年半没有回香港，两年半没有去回香港，因为本来就没办法想回就回去啊，因为想回就回去啊，因为本来就没办法想回就回去啊，因为还要等放一个长假我才有时间回去，而且。再加上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啦，因为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公演，所以就是好像开始公演之后也没有，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回去呢，我也忘了，反正是疫情的原因，所以才没办法马上回去，但不然的话可能。谢谢伯承的小小树苗，然后就跟最近有跟一个很就是可能比较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朋友，然后聊天，是香港朋友，香港朋友，然后就说就是已经四年了，就是觉得过得很快。然后那个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很喜欢偶像，然后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成为偶像，然后我们对偶像都有。非常独特的一种就是很强烈的想法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真是拼死拼也不是拼死拼命，就是有很强烈的一些自己的见解，然后就很想要当偶像，然后后来我参加了 TP， 对，然后他就还在香港这样，然后就觉得啊一下子四年就过去了，然后也很久没见他，就觉得不知道，就是觉得大家都长大了，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又有点好像因为记忆就留在就是相处的记忆跟一起奋斗的记忆就留在以前的感觉，然后就还是觉得彼此还是跟当初一样，但是又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不知道就是大家的状况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小金有去过香港迪士尼吗？好不好玩？玩大家都长大了这句话，香港迪士尼吗？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因为其实香港有两个主题，两个主题比较有名的主题乐园有两个，然后一个是海洋公园，然后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海洋公园，因为海洋公园比较刺激，感觉比较适合你们。但适合我的话呢，就是迪士尼，因为迪士尼呢就比较可爱，然后就是有很多不用就是那么刺激的东西，但海洋公园还可以去看那种动物。但我真的还蛮喜欢，就是如果要算的话我应该会去迪士尼，因为海洋公园我可能只会去看动物，我比较不太会玩那些游戏，对，我刺激的也不行，让我想到粉红梅花的游乐园可以忘掉了。对，联络到你是要通知结婚了，我觉得我总有一天可能过几年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好像真的长大，你懂吗？就是
已经2022年了，感觉朋友会跟我说他要结婚，会不会差不多？之前在货柜码头上班，每天都去葵港。香港有动物园吗？动物园就是海洋公园吧，可以这么说吗？还有动物园吗？应该有动物园，但是它不太算是动物园，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突然忘记那个词语叫什么，就不能说是不是动物园，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鹤啊，动植物馆，对，动植物公园，就你可以看到一些，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比较多动物的话，反而好像海洋公园比较多，Hello 世宏，对啊，生日去海洋公园，或者是360，昂平360，免费，长大很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变。最近好像很常会聊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日子过得很快，然后就是突然有一种，还是因为三级是要进来，感觉看到很多小朋友，然后就有一种就是时间过很久，还是因为疫情，然后大家没事做，所以开始回想，还有再加上师雅要毕业，然后大家就在回想说我们已经走了4年多，然后还有就是已经长大了的这件事情。谢谢人气选票，谢谢龙翔龙魂翔，台北很久，我去过台北动物园、植物园跟儿童乐园吗？请看 Go 捷运直达。昨天看十七期，我觉得我也变老了。对啊，我有看，17期很可爱。疫情真系令到时间过得好快。是啊，什么时候毕业？疫情比较感觉比较淡，这个就可能要再等官方的通知。谢谢小馆面线的小小树苗。对啊，大家都像小小树苗一样茁壮长大。我觉得十七期的就是成员很可爱，他们很可爱，而且超可爱的。有关注的十七期吗？有一个很可爱的，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我可以去查查看。但我觉得 Center 就是艾丽桑，他很完整哎。艾奖是谁？2008年出生的那个，2008年就是很夸张，他就是本来是晨晨2006年是那个吧，晨晨2006年是 AKB48 group 里面就是年纪最小的，就是那个时候他加入的时候 AKB48 group 年纪最小就是高彦辰，这样跟本田佑选啊，但是啊高彦辰比较小，因为高彦辰是7月出生，然后现在已经2008年了，2008年。我喜欢的是，等一下，有一个我觉得超可爱，他真的很像宝宝。你们知道吗？很像宝宝的人。
是不是大家知道吧？你们知道吗？待て，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ホテイモカさん，ホテイモカさん，这是十五岁嘛？2004年的，17岁，不是17岁，超可爱，超可爱。04年是什么概念？04年是布丁吗？天哪，好可爱哦！モカさん、可愛いです。とても可愛いです。赤ちゃんみたい。然后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是，是这个吗？エリコさん。橋本恵里子さん，桥本惠里子さん，2006年，天哪，高彦辰跟布丁，这超可爱的，他很像宝宝。我看到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后面有个成员笑得超开心，就是不是那种笑，就是他很像那种。好可爱的那种感觉。我在后面的话，如果我今天，可是我现在21岁了，我在后面感觉我就会就是可能就是摩卡桑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会わかりますか？わかる？やば、可愛すぎ、可愛い、啊。好可爱，超可爱的。然后法法一直说，就是哈塞卡瓦尼娜桑，张谷川新奈桑，他很像晨晨的。发型吧，发型很像晨晨。艾莉超可爱，我也觉得她很漂亮，她很可爱。小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你可以问，可爱子が好き。ギャル，超可爱。然后呢？不会唱名字，我觉得中文很难念，但是可以念日文。例如说，那我忘记叫摩卡桑吗？摩卡桑的花怎么念？是花吗？布袋百花吗？那个是念花吗？一个木字，然后一个花。本田又轩几岁？又轩今年本田又轩，等一下哦，又轩应该今年16嘛？他2006年的，他应该16岁吧。Hello 燕啊，君燕，Hello 君燕，艾莉姐姐是15期那个，对。16，对啊，16，刚过生日。对啊，那时候超可爱，两个小孩子。一个会叫姐姐，一个不会叫姐姐，哼，对，我刚才差点要叫你燕君了，我只看到燕欸，对不起君燕，对不起，原谅我，对不起，
姐姐，对啊，还有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还小，所以叫姐姐。现在都不知道，长大了会不会叫姐姐？我看晨晨长大了之后还会叫头目，很可爱。哎，高彦准真的很可爱，就是虽然难得看的呢，难得看的，可爱的哟，可爱的哟。我也成为一个会唠日文的人，没事，他很可爱，做什么都原谅他。晨晨很棒，三姐叫小晴晴姐姐，然后先看雨晴。哎，晨晨是小大人。不知道，我好像很久没有后辈的感觉。你知道这批后辈，这批二期后辈没有后辈的感觉，混太好。对啊，还好，就是可能必要有需要的场合才会分前后辈，可是就是混得很好。嗯，就不知道三期，很久没有就是有后辈的感觉。就是蛮好的，嗯，我觉得一开始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种就是不太习惯的感觉，就是我记得二期刚进来的时候，也不是说一定要有那个上下关系，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还是会在意，例如说啊，明明是前辈，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没有一种就是。嗯，要尊敬我一点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不定会有这种，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拼很久，他们马上就有得到，比如说我们等了就是等了演出机会那么久，但是他们就是好像很理所当然的就可以就是穿上衣服然后跳舞然后跟我们一起奋斗什么之类的，偶尔曾经也有过一点点那种感觉，可是后来就觉得，后来渐渐的，就是觉得，本来。每个人都会就是有这种感觉，说不定诗雅他们也是拼了台演很久，然后也是终于等到这一刻，这样等到了就是 TP 成立的那一刻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如果我一直在意这种东西，那未来有更多后辈进来的时候，那我不就要疯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过的，我们现在努力到一个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以我们的努力，然后大家。的拼命，然后大家就是混得越来越好，不能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做的渐渐的越来越多机会，所以才会有现在。那应该是很开心，我们自己拼到了这些机会，那他们也是我们的一员，所以就是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才比较重要。而且大家就是可能一开始不熟，所以就是。有种害怕吧，因为还是有会怕生，你懂吗？稍微一点点怕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因为丢了一个职位，就是或者是说前辈，就觉得好像要好好的去做好这件事情。嗯，所以呢，就是感觉未来。而且我觉得长大了，你懂吗？长大了看东西看很开，就是感觉未来二期可能也会在想说，想说为什么三期进来就会这样，会不会？感觉会哦。为什么三期进来就可以就是跳那么多歌这样？会吗？感觉会，但是就都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件蛮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就是后辈，然后他可能就是被老师有在就是可能指导，就是比较凶一点点的指导，然后他后来很难过，然后就说为什么就是其他人都不会这样，就是我就没有看过大家都就是是不是老师只针对我，或者是说就是会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凶，就是觉得很难过这样子。
然后感觉你他老师都不会凶你们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想跟他说，就是没有，我们以前老师也是很凶的，就是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好了，就是习惯了，然后也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才没有被凶。然后就是我们老师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为我们着想，然后也很严厉吧，不能说他做不是我们真的怎么样，就是他真的很严厉的去指导我们，然后当然也没有到真的很凶，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的严厉不是说他真的凶你，就是说真的比较严厉，但是对，只是他不知道，就是后辈就是不会知道，就是我们以前，但我觉得也不用真的去感受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子，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努力的做好就对了，就是反正就是结果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描述感觉很现实，板着脸就要前后背，可是为什么要板着脸呢？用意在哪里？板着脸的意义在哪里？当然我也没有到什么事情都要笑盈盈的去面对，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板着脸吧。对啊，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就是就觉得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吧，然后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很久没有后辈的感觉，然后有一种不知道会怎么样。大家会听到声音吗？因为我肚子在叫。我会板起来，他们会看得出来我很不开心。其实我蛮常，也不能说蛮常生气，但是我会生气，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也看得出来，然后对，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叫什么，就是有意识的，就是大家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就是变得大家会去听我讲话，然后我也会听大家讲话，每个人都会去听每个人讲话，然后就是慢慢的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慢慢做出来吧。我觉得，虽然的确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的确是有点失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有一种时间在过，可是好像没在做什么的感觉，就很想要有多一点活动跟大家见面啊，然后也可以就是上台表演。对我来说，就是我就认真的想，然后就觉得舞台表演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很喜欢，然后也很重视舞台表演，所以有时候表现的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有点失落。对，可是就没办法，然后也希望就是趁这段时间好好充实自己吧。那如果能够好好的储备自己的话，那相信之后在能够带给大家的舞台表演的时候呢，应该就会更加好了。希望可以就是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希望可以一起努力为团体好的后辈进来吗？努力为了团体好的啊，我没有到那么要求别人呢，就觉得当三期生的人大概就是很想要就是一起就是
怎么说，就是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嘛，就是怎么说，就是很想要当偶像吧，然后不然就是有他们想要的目标。那我觉得进来都是成员，然后就觉得大家就朝着自己的目标，然后一起努力，一起奋斗。毕竟加入了，我们就是一个团体。多欺负三崎生，我没有欺负人呐、啊。对，毕竟我们是一个团体。就算他们有没有要为团体着想，他们就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对，他们就对啊，谁会为了就是不想要自己好，自己好就是团队好，团队好就是自己好，所以就是要让团队好起来。谢谢中和喵喵的妈妈我爱你，突然一个妈妈我爱你。母亲节要到了，最近超多母亲节特价，我买了就是甜甜圈母亲节特价的东西。嗨妈妈，谢谢杨公公的爱的烟火，谢谢朱心丹的戳戳你。吃什么？我现在肚子饿吗？怎么会这样？我肚子一直在叫哎、欸，寄回香港吗？对，我妈一直想要寄东西给我，可是我说不用，就是没有什么需要的。不是299，是买六送三。晚上吃了很多，吃了个晚餐。狗哈日，对呀、啊，天哪，好快哦！大家还记得吗？我学怎么时间过那么快？我觉得这一年就是过了很多。就是有很多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自己整个人就是很大，也不是很大改变，应该是说我有一种一直在变来变去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没有，是好的，就是多想了很多事情吧。然后刚好也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五月过完，五月八号是我们的公演，去年，然后公演结束之后呢，再过一个礼拜他就三级了，然后我们就隔离差不多，然后就隔离了两个月完全，然后那两个月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一段日子。接下来呢，然后就过到今年，然后这样就一年了耶。对啊，嗯，我觉得很夸张，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口嗨日是星期几啊？星期日耶。欸，口嗨日我们不会一起过。天哪，口嗨日要干嘛？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天哪，要不要给你们作业呢？口嗨日拍一个你认为最口嗨的一张照片。教徒们，然后 tag 我，然后巨蟹作业，好，自愿性，以口哈为题拍一张照片给我。好啦，那就这样，自愿性的。我也去想想，我不知道口哈要干嘛，感觉很快乐的度过。你们赶快，刚刚答错问题的，现在是加分时期。谢谢灯火的文手礼，谢谢博城的浪之心。不然写一段，也没还没到生日，口哈日就是随意就好，随意过。你要被扣分了。谢谢博城的小小树苗。天哪，要快12点了，播一首歌吧。播一首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播什么呢？对啊，差不多，你们该去睡了。今天想听隔空的拥抱，哎，那播一下隔空的拥抱。怎么还是那么晚安台的感觉？眼妆教学吗？考虑一下，我化妆没有那么厉害。对啊，刚刚没有播歌。谢谢 Ting 的钟情玫瑰。对啊，好晚了，大家。括号日是要纪念谁呢？括号。谢谢博春的闪光星星，谢谢夜雨的魔力少女。整场没歌，有啊，有歌，刚刚有那个、啊。有放 BGM， 如果眼妆教学的话，一定会画。好，我筹备看看。时间过得好快，对呀、啊。好啦，那差不多到这边。想起你就好，谢谢你给我安心的依靠，即使我想对你没意义。谢谢 Revel 的看好你哦。好了，那来念个排行榜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也谢谢你们丢了很多礼物，谢谢。第十名是夜雨，谢谢夜雨。第九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八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七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六名是钟莹，谢谢钟。第六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五名是 CKUMK， 谢谢 CKUMK。第四名是 Ting， 谢谢 Ting。第三名是信维，谢谢信维。第二名是中和喵喵，谢谢中和喵喵。那第一名是阿纯，谢谢阿纯。天啊，居然卡了，多谢晒。谢谢你给我安心的依靠，即使我想碰你每一秒，给的好对我多么重要。嗯，隔空给我的拥抱，其实我心里话都听得到，到某一刻想要逃，想起你就好。谢谢你给我安心的依靠，其实我想保护你每一秒，你给的好对我多么重要。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辛苦啦，早点睡，明天上班上课，加油。对，希望早日能见面。对啊，然后大家疫情渐渐的严重，记得要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然后期待下次见面。晚安，晚上晚安，晚上好，晚安。然后
就是我 IG，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初见的朋友们，初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在这边。然后呢，最近发了一个影片，是交棒片子，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分享出去，谢谢。对，晚安，早点睡。五月我会酷酷的过吗？我也不知道哎。希望我可以酷酷的，我最近过得蛮酷的，真的蛮酷的，真的行。但我拍的照片，我发的照片可能不一定是酷的，因为毕竟我五月没有说我要酷酷的过，但我日常，大家要相信我日常是非常酷酷的 ，OK。好，今天会早点睡，大家也早点睡，晚安。拜拜。六月要怎么过呢？六月就六月再说，这样。拜拜，晚安。